料神的料理。阿明哦，嗨，今天搞做么个五料神的豆腐料理？豆腐啊，嗯，那种冻简单，冻简单的哦，还准备了哈春卷皮啊，要春卷皮，越是越难的春卷皮，越是。哎，越南春卷皮啊，其实哦，地板包的东西，是该冲条上的多的东西。哎哎，介绍一下豆腐要紧啊，该意思哦，好了，香葱皮蛋豆腐卷，香葱皮蛋豆腐卷，哎，就都是香葱点卷，哎，啊，其他就太其他都不重要。其实哦，意思上哦，皮蛋豆腐春一春是冷的，冬天对着冷的，是了，哎。牛肝牛肝啊！哦，比如讲咱豆腐啊，人人去吃都会，比如讲牛肝牛肝嘛，哎，你啊吼，然后你啊豆腐吼，包到咱春卷皮里边，然后你啊硬硬，至少个闻到水啊，哦，吼，闻到水，闻几多样嘿，嘿，几多样，哦，像雪糕一样嘿，要春卷皮的成分的嘛个呀，嘛个做诶，你是用淀粉还是做的？肯定做就像雪糕一样啊。伊拉伊先啊去风干，风干，哎，个那小狗又着又闻到水啦，我做你是做的闻远，好，等下爱你切的的豆腐，嗯，好，爱你处理切的，好，哎，你看豆腐软，最那刚刚的会做么？拌豆，哎你做那好硬，你给咪特别鸡蛋豆腐，鸡蛋豆腐，鸡蛋豆腐泡起来里面好香，嗯，哎呀。豆腐好，准备好。那你还有那俩的皮蛋呐、啊，先不给。好，避免。差不多分绵绵。嗯，配掉嘛个。哎，上来都。豆油膏，哎，其实是配掉豆腐膏。皮蛋豆腐又搞豆腐膏哈。系啊。好，那给小个叫叫做个酱。嗯。哇，做起来是香啊。好嘞哈，哎，等下肉哎，葱呢用肉腐，肉腐，系啊，到你个豆腐啊，好，对豆腐，用到咱皮蛋个，哎，是三分之一的皮薄，哎，你是讲做皮蛋豆腐哦，嗯，豆腐表下以皮蛋是天然下去哦，系，个豆腐同皮蛋不就结巴一撮个啦，系啊，好朋友啊，有几啦，系啊，好，用到葱啊，哎，葱个洗露台面来哈，哎。葱啊，还有肉，好，肉脯，好。只是讲啊，你本来想讲的做点浪菜皮蛋豆腐啊，嗯，干锅，哎，搞点琼浓的东西，变回了皮蛋锅，嗯，然后哦，来煎起来，哎，拿来泡是冇干锅。我哪知啊？啊，你煎鱼嘛个方法哦？其实啊，先上水的地方变好以后嘛，煎起来，再到一半，好一半，两片包起来，过来。好，把它腌过来。好，煎啊，好，养烟，好，煎下去，养烟熟了。最炸，系啊，哦，这么严重哦。系啊，记了，落水了吧？哈，佮起加水腌起来，还是一炸炸养烟，做起来。嗯，好，好，佮上次啊，一摆没做得，哎，做十炸二十炸做起来，先变都变上多。上个时节，那要泡熟嘞。啊，变个人少，变人多。不用我浪冲走嘞，冲走就黑啊！再做一些做起来要上学这些，哎，拿来泡一下。你咧记得啦，其实咧做好啊，去不用浪冲哦，最好是生意你就熟体啦，生意你袂豆腐啊，好袂坏体，好袂酸体，哎，好冇机会咪袂好袂出水啊。哦，来十个礼拜啊。哦，你要来吃的嘛？三分之一的地方，那连拿豆腐我就拿麻了了。哎呦，哎，那个豆腐三分之一，上去地方，哎，椒，那就哎，姜姜切就来啊，皮蛋，差不多的吧？哎，过上，哎，还有葱啊，葱哎，哎，葱啊，上去。先生用腐的嘛？哎，腐，上面。其他皮哈，你水哈，拿些毛软啊，包一下是不变态？我变态。哎，你看到佮一天要软软，哈。哦。就说变下一个，哎，软软直接当做得。当然好，哎，都十多样是嘛？
好，可以啊，皮。可以。我输在表面，你莫走开嘛。唔系。哎。你唱我，嘿，在，明天你来，我跑，听我抽大下，我跟你说嘞，鱼好不会存，要存料理哈，对，我应该是做凉拌，做凉豆腐，就像鱼好啊，是做在它的泡，哎，明天的，好，要先表下伊，用滚油啦，好，我用，哎，不能烧的。木条，哎，我们得条烧油，好，来表下去。哟，他今日几把空气啊？你空气了，几把剥开嘛？快，快哦，快哦，快啊，冻红啊！啊，今日几米啊？还有先准备好，好，就得先拿来泡。哦，伊拉皮冻泡啊，最建议哦，那个冻那些冻烂体的。哦。好像好像这皮变金黄色，就是就像春天一样啊！你做的，哦，好你擦擦，哎，因为跳舞本身就是的嘛，哈，嗯，哎，帮你们个皮带、牛服，系啊，那都要提前穿，早都平时做的哈，嘿，哦，新的皮蛋豆腐吃法没哈？系啊，你好多样，你切切，你看一下这种皮冻的会不会难买不？唔会啦，应该。超级市场啊，那都在卖的。哎，我身上有哦，唔使注意记哦。不过去买时候会早早一点点。哎，一些要你莫是种人家润饼皮啊，哦，人家春卷皮是做的。没做的哦。啊，你拿走嘞。嗯。我们那排骨切的哈。排骨切的哒。就是，哦，这哈，老汉做的闻到嘞沙拉酱。哦，好。那最一般呢？一般人家沙拉酱做的嘞，做的闻。哦，那得注意太的。嗯。要得啊，要切切开来，好，切开呀。哦，来感觉，哎，哦，这个东西呢啊。当时要晕电了，哎，摆一下啊，嗯，摆了，酱掉来，好，哦，来，阿兵哥，等到讲来哈，要出料理的名哎，香葱皮蛋豆腐卷，香葱皮蛋豆腐卷，豆腐切短短准皮，皮蛋看避免，加豆角、胶皮云做成酱料。越南春卷皮，温度水边缘，豆豆腐、葱诶、肉腐，再加条酱料煎起来，萝卜炸到金黄色流起来，切一点点摆盘。爱食的时候，温度 mayonnaise 就做得嘞。